时间无法面对你了，正好要去一趟巴厘岛。临走前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那天没有人偷吻你，是你强吻了独白。 桥段里面的转椅的设计有问题，男主人公的互动根本就不成立。以后这种桥段，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这就是我喜欢的人。哎，陆总监，你也在啊？啊，我来接婷婷。没事，陆总监，我知道婷婷在哪。 有些话，可能现在说了没有意义，但如果不说，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